出头话，阮去弹了真好。可能有人好奇讲，邱天波老师甲郭思燕老师有啥物关系吼？因为郭思燕老师即摆离境嘛，家己来讲吼，有一挂人检采较无熟悉伊，啊，毋过伊个地位就是甲大家较熟悉小凯是差不多吼。即摆两个，因去年两个有做伙，就是市民即个演奏厅。啊，就是今年当时又请伊两个，啊，请为美国请小太两个，啊，请万里过去万先生，啊，伫市民这个演奏厅有办一个伊两个人的音乐会。今天莫老师真欣赏过去万作曲家，因为伊作曲唔单只系合唱，包括只系钢琴、西方的音乐。各项伊拢足够，啊，所以你只讲空一年，就丁天波老师在做，伊阵应该是在做语文科的主任，啊，伊就建议学校爱办这个英语博士，哦，过几万先生，所以过几万先生就是你只讲空一年，完了接受天理大学这个英语博士这个学位。啊，今天我教授对桂喜欢先生非常尊敬，啊嘛，加入这个合唱团安尼，哦，所以未当讲伤济吼，因今仔时间的关系，那刷来另外一位和今天我老师常常为了看报议题咧拍拼，有一届我对廖本川教授本身无啥物熟悉，敢若常常伫电视顶看到有关看报。有寡新闻有出咧讲话，啊，有一边廖教授可能有法啦无熟悉我，有一边伫环保啊，环保迄个因为土地征收的问题吼，那先电波教授甲廖教授顶顶本来的人，还佫有其他的人啊，拢对环保足协助的，啊，所以伊应该是。哦，伊过身前几个月，我有去环保啊，环保的乡亲办一挂，因为伊个土地规划是无叫政府用迄款方式去征收去，啊，所以有办一挂迄个奖类似奖状迄款的物件，吼，今天我教授甲廖本全教授，那即摆就请廖本全教授来分享伊和今天我教授。这个斗阵拍拼的我事迹，多谢。